龙们被博儿冻住了，我们得赶过去救他。哎呀，要怎样拯救霸王龙呢？有了，看，我们有木棒。Great！ 嘿，怎么没有用呢？幸运的是我没有受伤，我们再用铁锤试试吧。嘿，嘿，哇！霸王龙，不是我困住你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认识霸王龙吗？霸王龙身高可达6.1米。是身高最高的肉食恐龙，你们看，棘龙也被冻住了。这次该用什么工具呢？有了，我过去测量一下，该用多大的炮弹好呢？好了，我知道该用多大的炮弹了，准备发射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原来是不二搞的鬼。再次发射。棘龙得救了，你们认识棘龙吗？棘龙身长可达19米，是最长的肉食性恐龙。哎呀，大炮用不了了，得想想别的办法。汽车，有了。你们快看，伊特龙得救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认识伊特龙吗？伊特龙平均体长为10米，也是肉食性恐龙。